突发新闻，美职篮，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NBA 巨星勒布朗·詹姆斯的大儿子，昨天晚上在训练的时候，突然心脏骤停。现在呢，看到网上的这个报道呢，说是在球场上训练啊，突然心脏骤停之后被送往了医院，目前病情稳定，已经离开了 ICU 病房。勒布朗·詹姆斯夫妇呢，也感谢了啊，美国的当时对于他儿子进行救护的医护人员。听到这个新闻呀，我们也希望勒布朗·詹姆斯的大儿子布朗尼能够早日康复。但是好多朋友，包括咱们平台的朋友，也都约张大夫说一说，说张大夫为什么啊，这个人会出现心脏骤停啊，尤其是心脏骤停是不是和猝死紧密相连？今天呢，张大夫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严格讲啊，这个心脏骤停啊，是造成这个心源性猝死的重要原因。咱们单说心源性猝死，这不是一个少见病啊，大家也不能忽视，因为有的朋友身边就有这样的案例。除此之外呢，咱们国家最权威的心血管病医院北京阜外医院的权威数据提示呢，咱们国家每年发生心源性猝死的是54万人，美国呢是23万人，其实基本上就是像咱们国家这54万人算的话，是每分钟一个人发生心源性猝死，而心源性猝死当中，一部分啊，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心脏骤停。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心脏骤停、心源性猝死的出现呢？现在的心源性猝死最常见的病因四大类，第一大类就是急性心肌梗死为代表的冠心病，这个在中老年人当中相对多见。第二类是非缺血性的结构性心肌病，比如说某些扩张性心肌病、某些肥厚性心肌病等等，还有一些呢，其他的。这个像质心律失常性的右室性心肌病等等等等，而布朗尼也就是詹姆斯的大儿子，我猜呀不是这两类病。为什么呢？詹姆斯的大儿子出身于富贵之家，应该说这么年轻发生冠心病的可能性小，这个心肌病的可能性也不大。为什么？他从他娘胎里的时候，因为他的条件好，他就在做心脏彩超。如果有心肌病，他可能早就发现了。那么好多朋友说张大夫，你推测是什么病因呢？因为人家现在媒体上，包括美国媒体也没说病因，可能还在查。我推测有可能是心律失常，也就是心脏的电信号出现了异常。其实这个原因是导致心源性猝死里头一大块原因，而且是年轻人当中不容忽视的，尤其是运动员。说到这个运动员猝死，运动员心脏骤停，上一次事件大家历历在目，就是2021年欧洲杯上，丹麦球员埃里克森踢着踢着比赛坑机倒下了，所有的丹麦球员围了一个圈，不让大家看到埃里克森当时的样子，医护人员在里救治，大家相信还记得那一幕。实质上，埃里克森当时我出视频，我就推断他是心律失常，因为他作为那么知名的运动员，他都做心脏彩超，最后呢，诊断他就是一个心律失常，而且呢，植入了这种植入式的心脏除颤器，也就是 ICD。我相信呢，如果说大家非得让张大夫，好多朋友都邀请张大夫来谈一谈，说说詹姆斯儿子布朗尼到底是什么病，我推测很有可能是心律失常，因为一些心律失常啊，它隐蔽，它不好发现，它不发作的时候，你带 Holter 甚至都带不出来，就需要发作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心电图，甚至呢，他有这种高危人群之后呢，甚至要做心电检查到导管室。所以说呢，这就是他诊断的难点。其实呢，发生了这种心脏骤停之后啊，我不知道这个詹姆斯大儿子，布朗尼最后会怎么样，就是说他最后治疗效果会怎么样？希望孩子，希望这个年轻人能够特别好，能够身体无碍。其实呢，他最后他这个有没有远期损伤呢？主要是看他当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电除颤的时间，也就是说，当他在这个心脏骤停倒地之后，晕厥倒地之后，
第一时间进行心肺复苏和电除颤，这是很重要的。进行的越早，这个患者的受益越大，进行的越晚，出现脏器损伤的可能性越大，尤其是像脑缺血。所以说呢，我们最后还是盼着詹姆斯的这个大儿子能够康复归来。其实大家好多篮球迷都盼着呢，能看到詹姆斯父子同台在 NBA， 这是好多篮球迷特别想看到的一幕啊。我们希望，先别说父子同台了，希望这个布朗尼呢，孩子这个年轻人能够健健康康的归来。其实面对这种心脏骤停或者心源性猝死，大家要学会的就是心肺复苏和使用 AED， 也就是电除颤的使用。这方面呢，如果手机前面朋友们的单位或者机构组织大家学，大家一定认真好好学，哎，千万别不去。另外呢，咱们后头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怎么做心肺复苏，大家跟着张大夫学。确定环境安全，先生醒醒醒醒，快来人啊，来了。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快启动 AED。 好的。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01 02 03 04，正在分析病人心路，不要碰触病人。先不要说不要的时候再离开啊。建议除颤。哎，对，这点儿计算。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二除颤完成，暂停。对，继续继续，对，好。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